那我要抓把劲啊，抓把劲，加油，加油，哦哦，加油啊！嗯，其实咱们加拿大这边也可以种的这东西啊，你回去回这次回老家就可以种啊。这个东西不是我们那边能不能种的好？这是干嘛用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花还是什么？我家那边我没看到过。你看大哥多勤快哦！啊。勤快也没种啊，你们广西这边哈，你表妹也没过去，大哥。嗯，你是没有带过来而已。不是你们，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个广西表妹啊。你说啊，去象州，我们介绍一个。啊。就是啊。去象州，我们介绍一个。去哪里？象州。象州是吧？嗯。开玩笑的，我是一位女朋友了。我也知道开玩笑啊，我们也是知道开玩笑。嗯、这么帅的人没你没有女朋友，那奇了怪了，懂吗？就是、哦，我都单身很多年了，就是这两年才找到。那是这两年有缘分，我跟你说，单身两年的话，单身几年的话，这是最好的在最后出现的，懂吗？哦，是这样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野哥，很高兴来到这边啊。这段时间很多家人们对我很支持的啊，来到这边老师之后，很多兄弟姐妹也都很帮助我的，我感觉我自己也锻炼了很多啊，学了很多知识，像以前都很紧张，以前讲话干嘛的特别很紧张，现在感觉都比以前有点进步，但是还需要加强，以后要向我弟弟学习，看我弟弟发挥得很好的。阿姨啊，啊，你晚上来这么早，是不是准备唱歌晚上？听你们唱歌，我也想唱。啊，你也想唱？可以可以，真的啊，的大家听你唱歌，唱什么歌？等一下再想的啦。再想一下是吧？啊，晚上是唱啊，是吧？对，阿姨很幽默的啊，很开心。我见你们来，我很开心。对，很开心。嗯，常来啊。有空的话就来啊。是啊。嗯，你有空的话也可以去我们那边玩呢、啊。是啊。你有没有去过北方啊？我就是等你喝喜酒，我就去啊。喝喜酒。不喝喜酒，我不去啊。你看，阿姨也为我这个婚姻大事操透了心呢。是啊，那我们那么老了，就是希望你们神参神对的、嗯。但是我结婚了，欢迎你去啊。哦，对。嗯嗯，我哥跟我儿子跟我媳妇啊，行行啊，我们全家去。嗯，好的，热烈欢迎，热烈欢迎。我们全家去。嗯，好的。你还没有去过北方吧？嗯，不去过。没去过啊？啊，没去过。其实北方那边冬天的时候就比较冷一点啊，夏天的时候跟这边差不多。哦、嗯，就是饮食习惯，可能你们吃不习惯。啊？饮食习惯啊。习惯，我们都是吃馒头、面条。馒头你吃不吃的习惯？吃不吃的习惯？馒头，习惯啊，也习惯哈、哦。肉包啊，小笼包啊都有，也习惯那个。习惯就好啊。对，欢迎你。是，阿姨非常幽默哈、啊。来到这边之后。嗯，从头到尾就是天天见我就是说要喝我喜酒，喝我喜酒。对呀，就是想喝喜酒。我也想啊，到时候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请阿姨过来去喝喜酒 啊。你有空一定要去啊。去啊。嗯，太开心了。等你结婚啦，喝喜酒完啦，我。又去你哪里玩？嗯，现在你不去喝起酒，我不去。不去。那我要喝起酒，我不去。等你那个喝起酒完了，以后得空了，我就跟我儿子去你家玩。那我要抓把劲 啊，抓把劲。加油！加油！哦哦哦，加油啊！谢谢大家啊，非常感谢啊。